许明指导的带领之下，我们完成了复仇。哦呦，好球啊！面对周琦完成投篮。那这个赛季，许指导入主北京首钢俱乐部碰撞啊，点开了一条口子。时间不够，哦呦，也能进，可以啊！这个发的这个宣告他加盟的这个文章里，特别俱乐部提到了一点。嗯，这又丢球了，最后两秒他得换，终于倒到了空位，非常耐心啊。这个球你看虽然没进，但实际上我们的替补席都在鼓掌啊。顽强张才仁无时无刻不在嫉妒上个赛季那样一个排名，虽然进了季后赛啊，因为十二进季后赛，虽然进了季后赛，但其实比赛成绩全场光守全场了啊，太会了。李胜来打平均啊，再加上一旦在这个双外援的层次上开始把交易啊转会方方面面的东西，不是说你想要就能在小圈之外站。平均要一场两分，好球。因为我们刚才介绍了田宇翔、姜文、方硕、朱彦希，这都没报啊。今天，李胜好球，